我们的军公教，我相信柏林有机会进到立法院，一定会帮我们军公教来讨公道。所以现在邀请我们全国军警消退休人员协会副总会长，我们的林水吉首席副总会长来为我们柏林打气。尊敬的王柏林立委，和我们王昭顺主委，和我们柯志恩市长，各位乡亲大家好。今天这个场合啊，应该是我们总会会长刘胜良要下来讲话的，那正好他太太啊身体违和，他要求他留在他的身边照顾他，这总会长啊特别交代我下来来向各位乡亲做报告。那么在蒋万安市长然后朱柱杰主席之后啊要讲话，事实上内心压力很沉重，不过我想都80岁了嘛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，我就坦然的很诚恳的来向各位乡亲报告，来推荐王柏林。王柏林有一个政见我特别喜欢，对弱势族群推动微型的保险，表示什么？王柏林心目中啊很在乎啊弱势族群。我们在座每一位乡亲啊，我们都是弱势族群的一份子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这几年来高雄市打造了一个威权体制，这个高墙啊一般人没有办法把它打下来，但是每一次啊